们从女生滚下来，然后从地方关门了。酒店后面有一个吃韩国料理，这是炸鸡啊。对啊，听名字就觉得吃了明天会胖三斤的那种。那你又去？大家拌饭，试一下。哇，好好吃哦！那里面也放芝士的。继续服务，他们全部用芝士的。啊。这个焗焗啊，好好吃。是不是因为这边近韩国了，所以很正宗啊这边。嗯，我们没有吃完就出来了，因为现在太晚了，十一点了，这边关门比较早。我看到他们好像都在等我们吃完要下班一样。对，不好意思再继续吃了，但是也很饱了。那么我们饭早点了，好，不久就这么先了，拜拜。